我喺 Instagram post 啊嘛，咁咪用翻 Instagram 嘅嘢咯。佢係咁樣做，咁我咪咁樣玩咯。咁另外咧，我中意佢個 caption， 佢嗰啲 hashtag。我平時就係好唔中意嗰啲對戀 feel 嘅，即係咩眼睛水汪汪、桃花運暢旺。我平時係好唔中意，覺得好亮。但係加上唔知點解佢好 Q 咁嘅樣咧，我又覺得又好似。work 喎，又好似又係殺人都冇罪啦，可愛到咁樣。係啊，我要多啲桃花啊！我就等你哦嗰啲嘅，我覺得啊又幾 sweet 個衰鬼，因為眼睛水汪汪啊嘛，咁又多佢有好多水，咁你咁就會成日可以電人咯。我咧就係我眼睛都好中意呢一種咁舒服嘅感覺，所以呢個眼睛嘅秘密，多謝。我剛才啱啱先你瞄到我最後的 hashtag 是眼睛愛洗澡，是即是我頭到尾都不明白，因為它那個沖涼的意味是濃過賣隱形眼鏡很多，自己是都失望的，因為我覺得那麼多集了，為什麼都還是這樣呢？換 iShow 廣告女王今晚9:09 Bill TV